在座有可能有很多新脸孔没有看过我，我很久没有来，因为我有一点事情，所以没有放掉这个人物，因为这个可以讲呢，没有他就没有我，我已经是在棺材里面拿出来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中了那个买 bus 两条射柱，那个很重要，我驾车驾车他忽然间痛了，我会停在路旁边这样戳，这个是其中一个病。我是40岁就出来做这个修理汽车，所以中到很多病，自己都不知道，那时候年轻拼命赚钱都没有照顾身体，到了现在50多岁起，那就很多东西来了。我中的情形呢是很多样，心血管阻塞，腰骨痛，小便不能忍，这个是最糟糕的。还有拿住锁匙，一直在找锁匙，老人痴呆症已经开始来了。所以还有一个发现呢，就是说你吃了这个鹿胎素，它会帮助你。刚才 Mr. 已经讲了很多这个知识，我是不会讲了，因为我才读书读3年级吧，所以讲到很差。这个是讲我本身中的病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而且你们不要以为我是跟这个 Mr. Lin， 他应该也有补我1000块、2000块，没有的，我自己吃还是要买8888，我已经吃了，现在是第三个疗程，在还 installment 那个感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本事，我是一个退休的人，已经退休3年了，没有做工。坐车你知道啊，能存多少钱？而且我太太病的时候呢，也是医掉了400多千，全部的家产都医到完去。我太太不幸运早死，如果她现在还有在，我相信她是不会死，因为她是中一个偏头痛，在罗文莱那边医，没有跑过去那里医400多千，医到娘。所以我对医生讲的话，我也是有扣8%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太太，我本身看到了，我没有换医院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偏头痛啊，会医到死去，你看啊。等下讲这个病，等下讲那个病，到后来最严重的就是说，他的脑里面有一个肉瘤，要开刀，在鼻子开上去27千。今天打电话来，今晚上你就要去签那个肝给他，不然呢，明天你就拿回去，没有钱不医你了。所以我对医生呢，他们也是一个职业性的医生来的，不是说100%救苦救难的医生，现在在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医生，我敢大声的讲。所以要靠你自己，好的东西介绍给你旁边的朋友，你不要忘记我刚才有跟他们讲，一个人有4宝，第一宝是什么？健康。第二宝金钱，第三宝我们的老伴，现在我没有老伴了，那老伴尿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四宝就是老友，你要相信你的朋友，好像我的朋友，我刚才才找一个要他来，他不要来，他说他很喘，他有钱，他大我2岁吧，我68岁，他70岁，不过我比他壮很多。我跟他讲，你从前看到我了，现在为什么我会改变？你要相信我。他说改次他才来。我说你不知道能等这样久吗？那我讲到孩子，那讲这个情形呢？我跟你讲，我的病情形是这样：我中了这个bypass，要28千，保险又尿了，买不到了，是不是要等？哪里去找28千出来？因为我是一个修理车的人。孩子给300块，两个孩子给600块，两个女儿给200块，才1000块，怎样去医啊？没有办法哦，就乱吃了。他们说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吃得起就吃。那有一天我的弟弟跟我讲，他说大三角那边有人买这个鹿胎素，
要请吃饭不用钱的，你去听不买也不要紧的。我说这样好，会不会骗你的？他说真的，那我弟弟没有理由骗我，对不对？不是跟我弟弟去听，一打开搞听听听听，那个东西好像可以试试看。后来我又看到一个老朋友，他中得很严重，他很有钱，他去新加坡医疗3-4万新币才回来，不过不正常，他装一个 battery 在这边，两条歪呀在这边，我看到很大条，他讲话的时候是 bang bang， 你不知道他讲什么，知道吗？不过他很生气，因为他讲话你不会听，他自己知道讲什么。我认识他很久了，因为他的车拿给我做了，认识他几十年了的，所以我看到他，哎，他转哪户来了？哎，最近讲话很正常哦。周末你的病好了？他说就是这个。我说这样厉害？他说真的。我说8888哦。他说你不用吃，你买一些就好了。这样子啊，我就问我弟弟了，你有吗？他说有啊，我就跟他拿一些，回去吃，早上2粒，晚上2粒，水喝多一点，吃了一个礼拜，什么地方给你感觉先？你知道吗？一个礼拜，睡觉早上要起来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够精神，你一定要闹钟不要起来啊，知道吗？那半个小时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赶时间，哇，拼命快点，刚才又不要起来了，现在又快点去赶时间，所以这个情形就没有了，一醒就要起来了。为什么？他精神饱满，这个是我头一个感觉，精神饱满。还有第二个感觉呢，我晚上很喜欢吃那个馍，水粥，知道吗？吃了晚上要小便很多次的尿，我不能等尿，睡下去2个小时起来一次，睡下去2个起来一次，整天晚上起来小便，整个晚上不能睡啊，这个毛病就少去了。吃了这个粥只2次吧，半夜一次，天亮一次。哎，我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啊啊，要这样的情形呢，我就跟我弟弟讲嘛，哎，1368，我还没有给钱呢，是吧？要吃了，我说我又没有钱，他说你去找他们那里，自己去卖啊，可以啊，我说可以，好了，我就粗胆敢敢接着，就去找三个，他们说你有看吗？我说有啊，看可以录来一些吗？8888。好了，赶赶出出就给他录一些出来，就去卖，就去介绍，讲我的情形给他们听。那我介绍的朋友啊，全部是要吃，不要做了，所以我现在什么是大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不要做，我一个人做，我哪一些就卖，哪一些就卖，我已经卖了很多些，我现在自己在吃猪，是第3些了，不过现在我是吃。为什么呢？很贵啊，而且我的全部痛没有了啊，没有吃这样快了、啊、所以吃一粒。我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病症，在座60多岁的很多了，不过我是个老粗，讲话你们不要见笑。我太太死了6年，今年是7年了，我吃了这个鹿胎素啊，差不多有6个月。我本来没有想女人的，知道吗？6个月晚上起来，尤其是早上起来，哇，一直想女人了。糟糕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来他是倒回呀、啊。50多岁的时候，哇、哦，糟糕，又不敢去找，养老了嘛，都不敢去了。然后来我想想，哎，我有个女朋友啊。他离婚了啊，30多年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嫁老公。打个电话去，哎，好彩还有嫁了。现在呢，还是我的老婆了。啊，谢谢大家。因为这个嫁好的东西呢，我本身可以讲它是仙丹了，不过你们接受不接受？
吃了。你们没有吃的人呢，钞票啊是买不到健康的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钞票不要收住，放在棺材里面没有用的，拿不去的。现在有钱就要试试看，买一些吃了，你就会感觉到。不过还有一个坏处，它会做你痛，比从前更痛更辛苦。不过是一个礼拜里面，它就是就减少了一点。所以真的我从前的腰不痛，我这样吃了痛。那天好的时候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去喝喜酒，我不能做那个盐的棍子，没有的贴的腰不痛嘛。如果找不到那个椅子有的贴的啊，吃三个菜我就跑了。那天的好到我都不知道，我整天晚上在那边都没有什么事情。我这个新的太太讲，你的腰不没有事，哎，是我都忘记去了，所以他好到不知道怎样去啊。谢谢。